好，做好了，欢迎弄筷子。称王，它这边很脆。油泼以后就更入味了。今天这个蒜蓉和辣椒泼的非常多。多大一只，比我手指头还要长。对比一下。比手指头长一截，这样，辣，哎呦，辣死我了！我这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不能吃辣的，不要勉强啊。确实挺好吃的。